你个死娘炮，还加入汉服社，学女人穿裙子，这是癞蛤蟆穿新衣，瞎装。今天哥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真男人。你们干什么啊？你算哪根葱啊？敢管我们公主的事？我们公主可是上一届的选美冠军。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最近还有丑小鸭大赛？不过你倒像忠犬大赛的第一名。什么？有本事来比试比试啊！如果你输了，你就给我们汉服社的小哥哥道歉。哼，谁怕谁啊？Round one， 千年蜜桃终身的，求求求求人呐，求求求求人呐，不懂你的身体，拼命吸引我的注意啊。Round two， 青山长，伴绿水，燕雀一世难飞。给他道歉，对不起。果然，新九儿才是我们公主这次最大的竞争对手。喂，小心不好了，你的素颜照被公什么？你就是那个最美校花新九儿，化了妆还是有点人模狗样的嘛。原来是你公开的，你化了妆都没有我化成灰好看。反正你就是地里的老黄牛，又老又丑。那你现在像什么？池塘里的癞蛤蟆，除了丑还爱呱呱叫。你有本事和我 PK， 输了退出校花舞蹈比赛。看我不打的你满地找牙。 Round one， 今夜星洞洞，你会和我抱拥，外星洞洞，你会张开我的笑容。 You give me security。 Round two， 在纸牌的珍重，像当初的怀中，可太多春秋会不能相拥。喊你到开满花，却看见天边一点点脸红。你这样的还最美校花，最美丑小鸭差不多。维哥，嫂子跳舞可真厉害，我认定她。别拍了，别拍了！网红不就是让人拍的吗？拍什么拍？你拍别人，拍成别人拍你啊！谢谢你啊，没事，美丽。你其实我也是你的粉丝，我也是因为你才开始拍短视频的，现在也是一个小小的博主啦。你的视频舞蹈都不错哎，下次有舞蹈活动我给你介绍。真的吗？谢谢。这不是美丽姐让我给客户的舞蹈创意吗？怎么会在她？美丽姐，美丽姐，我的舞蹈创意商家不是说不行吗？你的舞蹈创意被我征用，那是你的荣幸。你怎么可以？你就是个屁，被人放了都不知道。赶紧走。他是个小偷，他偷了我的舞蹈创意。在胡说什么？这么有名气的土包子，这年头想蹭我热度的可不止他一个。那我们俩就来比一比。这个舞我刚刚跳过了，你怎么证明是你的创意？你偷得了我的创意，偷得了我的思想，今天我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风里正在东风，西大楼半下方，我和你心上春天天上都真不像。谢谢。啊，你就是那个穿着奇装异服的汉服社社长新九儿。对啊，看起来也很一般嘛。啊，你敢不敢和我们劲舞团比比？输了的团自动解散。真是癞蛤蟆打哈欠，好大的口气啊！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上次输给我们的矮子社团呀。上次那是意外，这次让你输的连你亲妈都不认识，把合同签了。这又是什么？怎么怕了？签就签，谁怕谁啊？这次你输定。 Round one。我想要请你坐上我的野摩托，我愿意带你喝酒吃肉再唱歌。我的野摩托虽然有颠簸，别嫌弃，你会爱上它带来的快乐。 Round two， 跳得好又怎样？别忘了，刚刚你签的可是自动解散条款。那你还是好好看看我刚刚签的是什么吧。怎么可能？你岳老太太，你的喜欢我的限定。卡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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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在干嘛呢？谁呀？这是我小叔公的。
他喝醉了，今天晚上只能暂住一下了。这不太好吧？我去买点清新饮料，你帮我照顾一下他。去吧。好热啊！是幻觉，用纸片你的声音高声细。好帅啊！蔓延。不行不行，我这样也太戳了。有的。你从天上降落，被你的魅力淹没。饿了吗？要不要一起吃点？哦，谢谢。嗯，不对，你没喝酒。你跑掉了，这次你跑不掉了吧？所有人都可以过得比我好，不行。准备好了吗？我好紧张。你一定可以的。我被录取了，恭喜你啊，小新！耶，太开心了！走，请你们吃大餐。你好，我是蓝面。小新，真的是你啊，珊珊。这是我朋友，能力很不错的，这次内推名额就给他吧。嗯，好的，经理。什么？他居然是经理？以后啊，你就和我一起住吧。哇，厨师间，那房子多少钱？我们一起平摊吧。不用了，我的房子就是你的房子啊。你什么时候背着我买房子了？贷款加奖金一起买的呀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以后也算有个家了。嗯，那你先收拾，我去练舞了。一挥无影踪，几年又翻涌，云长大后太难学从容。珊珊，你猜这是什么？别烦我。你怎么啦？哼，我怎么了？凭什么你可以成功？凭什么你升职比我快？凭什么你可以买房，而我只能租房？凭什么我暗恋的男生都要喜欢你？凭什么你处处都要压我一头？凭什么？凭什么你永远过得比我好？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，你怎么能这样想？我们是朋友啊！就因为我们是朋友，所有人都可以过得比我好。你不听。生日快乐！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过生日了。喂，小新，我弟弟去你公司面试，你记得帮我关照一下。不要啊！要是一上来就跟我攀关系，不是吧？你各方面都很优秀，我很满意。小新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特别帅啊，帅真。那今天团队采购就交给你和新人了，以后就请多多指教了，小新姐。这些给你，很好吃的。谢谢，但是我不吃膨化食品。啊，这么高冷的？你喜欢喝可乐啊？我只是看看，平时我只喝茶的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姐妹，你弟弟怎么软硬不吃啊？我弟弟喜欢那种精致的女孩，你这样根本行不通的。我皮皮不为你愁，只为你转身回眸。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会在这儿的？意外，意外。说不说？哎，我说你们俩差不多在一起得了，我这个当月老的很累的。哼，我们。哎，姐，小新公司还招人吗？好像听说还在招人吧。不过你还是别想，小新对你这种弟弟类型呢，完全不感兴趣。哼，绿茶在手，极限运动。